呢歌咧都係我以前咧細個嘅時候都會誒衝翻喺屋企啦，聽住啲電台播嘅歌，咁啊都好影響到我哋嘅成長嘅。咁而跟住咧，我自己都後屘都做咗電台，咁啊做咗電台之後咧，就發覺啊呢啲歌咧係好啱可以大家男女對唱啊，或者甚至乎男嘅唔識唱唔緊要，女嘅識唱得噶啦。男嘅咧只係需要做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做一啲獨白。例如好似我今日咁，我就會同大家講。你有你的生活，我继续我的忙碌。但假如有一天在街上面偶然咁遇到，我哋可能会点下头，问候一下，然后已经不知讲咩好。因为你会发现个人改变，就正如我唔再认识你。谁令我能情深一片？水清澈，令我心灵回复恬静，令我抛弃内心牵挂，重拾往年常见美貌，让我心灵重。乜嘢先至系真实恒久？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，俾我相信世上一幸福，随手可得。但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，反而坐喺心底里面可以历久常新。贪求是无止境，一情难去知，或都系徒然。